Love from Lincoln Memorial to you. Hello, 大家好，我是 Pastor James 雅神牧师。我现在人在美国 Washington D.C. 的这个林肯纪念馆啊 ，Lincoln Memorial Hall 啊，这就是美国非常著名的总统林肯的纪念馆。那在我的后面就是叫做 Washington Monument， 那也是非常美国很重要的一个地标。那事实上，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有一个全世界最著名的演讲之一就在这边发生，你们知道是什么演讲吗？就是马丁路德金博士的 I Have a Dream， 他的演讲就是在这里哈。他当年就是站在这个位置，后面是林肯纪念馆，对着上百万的这个美国人从全国各地用各样的方式聚集在这边来支持一个这个平等的一个运动。当年这个黑人是在社会上受到非常大的压制的，那马丁路德金博士他为了要来推动民平等的运动，甚至遭受到很多次的暴力和甚至暗杀这样的一些威胁。可是他的一个理念就是仇恨不能战胜仇恨，只有饶恕和平等和和平才能够战胜仇恨。所以他那时候跟所有的黑人同胞还有所有支持这个民主平等的人都说，不要有任何的报仇，因为只有和平和饶恕才能带来真正的这个和解和合一。哇，这是1960年的时候的事情了。现在看到美国这个国家，虽然社会上还是有很多这个需要改善的，但是这个平等的事情上面真的是有非常大的进展。所以我们为着马丁路德金博士，他也是一位牧师哈，他这样子的一个把梦想和民权这样子致力努力出来，我们来感谢他，也来感谢上帝。那今天在这边我们要真正要来说哈，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他的宝贝的儿女。所以今天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啊，我没什么大不了， no， 你错了，你是宝贝的，是宝贝的。那也用这样的一个精神，你跟旁边的人说，我们都是宝贝，都要彼此来尊重。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神的爱就可以永留。 OK， love from me to you， see you next time。